看，这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系统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杨总，这是王维。如果在哪个公司里面嘛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它辨识出来，它就可以自动把门开起来。我是从福建莆田过来的，然后我原来是老师，我是中学的数学老师，可能跟福建人的那个个性有关系。其实我们福建人呢，就喜欢往外面去走，去走天下。今天过你搞个彩蛋，彩蛋，我们是第一家做泰国这个指纹机的软件，还有它的硬件，它的语音菜单的本地化的一个公司啊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有18年了。通过，重新再来一次。我得看，可以 SIP 查应该没应该。แล้วที่ธีรบ้านมีใช้โปรดักต์ของเราไหม刚开始的时候泰国这个社会主要还是喜欢欧美的产品啊，日本的韩国的，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对手。那我们怎么做？我们就做一些差异化，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比它齐全，款式更贴切泰国人。我的做法是培养代理商，很多朋友啊，他们跟我认识以后，我会叫他们的小孩，他就叫他的朋友过来我们公司，我们给他培训，我们给他辅导，然后我们把一些赝品送给他，让他去开拓市场。他曾经得过 HIP 的证书啊，会推荐，所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呢做下来。其实呢，把他们的事情弄好，我们自己也就好了。我大概在指纹门禁这一块哈，我们市占率呢有70%左右，这里面停车场通常应该有占到60%以上。我们有个 bond 嘛，当然，我们快靠过司机，ก็อยู่กับ bond 嘛，ก็อยู่ด้วยกันก็รักเขาเหมือน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นายต้าหลังมัน干嘛翻个行？这是泰国的鸡饭，我吃这个鸡饭吃了有10年了，吃到那个鸡饭摊的老板的妹妹都快成我的女朋友了。我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做4个工作，然后曾经有一个礼拜多几乎没有睡觉，因为工作都排满了。有的时候我是一天3餐吧，我只吃一餐，为什么我要那么拼？因为家里面太穷了。我们显得能够出人头地，想想以前真的很苦，但是现在回头想过来哦，我觉得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痛苦的日子。我跟他认识有10几年了，这个当中他一直不断的在发展什么呢？发展他的更加人性化的产品。所以现在我的公司，我的工厂全部都用他的产品，他的产品档次呢可以说非常的优质。第一点，他非常的务实；第二点，他非常的敬业；第三点，他非常非常的认真。一路走来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。我们现在就想着能够让身边的人，就是让我们的团队啊，让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啊，因为我让他们人生有所不一样，有所改变。然后我们在更大方面来说，就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做法，让泰国人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有
更好的